No, I'm at Dublin, California. This is a model home. I want to show one of them. Let's go to see the first one. This is the storage home, 3层楼的。很漂亮。这是一进门。实际上你到时候就告诉他，好比是封起来就可以作为一个卧室，你也可以开放的作为一个 office。但这里是带一个卫生间的，所以这是下面是浴室，带一个卫生间的，这个在一层比较好一点就可以。If you want, you can rent it or something like that. So, here's the garage. 两个车位的车库。Okay, 现在让我们上去。上面这个是第二层，第二层是客厅。然后这个地方是吃饭的地方。然后那边是厨房。都是 open 式的，敞开的，所以觉得很宽敞。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是洗衣房，还带一个水池子，比较方便，而且还带窗子的透气。洗衣房，这个地方还可以做成一个小书架子，在这里看书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半个卫生间，就是不带浴室的。有客人来了，在这边 party 以后，上厕所啊，想安静，可以在这里读读书什么的。
很漂亮哟。这个进门的前厅也还很宽敞。OK， 有人要是感兴趣的，请跟我联系啦。三层的，独立的，跟别人没有连体的。高挑的哦，那隔壁是另外一种样子的。这种就是三种长相的，你可以任意挑的。这里环境很好。好了，要有兴趣的请跟我联系啦。好，谢谢。